咦，大家好，这是说了，这里是邯郸，感谢邯郸朋友们的艾特，我来了，闹个饸饹面 ，Let's go， 就这家店。Hello， 你把这儿吃了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自己买吧，没事。那你们这份给谁点呢？我不信，煮面呢是一个特别大的缸。哎，老板压这一下是一碗是吧？两碗是吧？这饸饹粗细比一般的粗一些，这就是那锅卤子，看起来特别棒。这卤子闻着有点甜哈，这是甜面酱。哦，对，能闻出来。那边是丸子。豆皮儿，这是辣椒，我要大碗。您口味轻重，我要鸡蛋豆皮丸子，我口味还可以，正常。您给我来四个鸡蛋，谢谢。辣椒要吗？辣椒要，谢谢。没事，我请您。不行，多少钱？8块钱。我加了那么多东西。没事，12就行了。不是，13。我加了四个鸡蛋，它。那是6块，不是1块。面多少钱？这边7块。面是7块，加这就已经13了，然后还加了一个丸子跟豆皮儿。15吧。OK， 谢谢。谢谢大家帮我算账。酱香饸饹面看起来棒极了，这是加了辣椒的版本，看起来不错。然后这是加的鸡蛋豆皮丸子，特别的棒，纯纯酱香。然后它使的这个酱是甜面酱，所以闻起来味道就有点甜。鸡蛋豆腐块这个豆串，这个豆皮，嗯，辣度还可以，谢谢。你请我是吧？走了是吧？走了。谢谢。这口还没有吃辣椒的情况下，就已经觉得很辣了。试一下辣椒，啊，辣椒更辣。别试啊。啊，这不酸。走吧，没事。卤的鸡蛋。嗯，好吃，已经入味儿。这豆皮儿结也贼棒，特别大。嗯，好喝。豆皮儿就算也好吃，肉圆。真的是感觉这个面条的泡完汤之后，面条的卤是比这个辣椒要辣。鸡蛋我加了4个，因为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，所以蛋白质一定要顶上去。走吧，师傅，去万达广场。你是网红？我啥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平常拍点视频玩。那你是网红呗？嗯，您对于网红觉得好还是不好啊？因为这个词现在听上去意思都已经变了，有点贬义的意思。不，都是一种工作吧，工作性质不一样。你是干那个了，我是干这个了。嗯，分工不同。你干了那个好了，然后你就出名，你就名气大一点了。就是他没有名的人，他有一点钱，他也感觉他了不起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说都有好人，都有坏人，只能说。对，我刚才吃饭，然后好多朋友来看我吃饭，人来的太多了，我也没想到。然后刚才已经把那块饸饹面门口给堵住了。邯郸人太热情了。对，特别热情，特别热情，但是造成拥堵了嘛，那个位置，我就觉得不太好。主要你说大家这都在上班或者都在家，然后就因为你在那儿吃东西，然后人家都跑去看你，耽误大家时间啊，就影响大家的正常的。工作学习什么的，我昨天一查，邯郸离北京两个小时，离这么近，我居然没来过。邯郸挺好的，是真的挺好的。从昨天到今天，然后我在街上转，我就觉得又干净，然后又整洁又好，感觉特别舒服。这个城市，嗯，我们这个城市节奏也不是特别快。对，我个人感觉挺好的。您是跑白天是吧？对。然后晚上这车是别人跑的。嗯，对，我们家那个。哦，像这100天能跑多少钱？100多块钱嘛。加晚上呢？加晚上也100多块钱嘛。嗯，黑天晚上就是300块钱。300块钱。嗯。然后夏天有旅游的人来的时候能好一点？少，太少了。我们就是景点就是说太小。但是有文化呀，成语之都。对。就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是邯郸大剧院。哦，这也挺好。您看过吗？我是一天到晚都开车。每个月有休息的时间吗？没有，一天都没有。没有，我原先过年一年四季我都开车，这2年就是30的时候给家干活没出来。以前是都要出来。嗯，您靠边一停就行。对，扶上。一副多啦。没事。您不是没休息过吗？今天。不。对，一年都没休息过，今天就休息吧。对，没有遇见就是缘分，真的，谢谢，没事，好好的，拜拜，好人一生平安。